界的模样，我们勇往直前，我们连接世界的目光，期待就在身旁。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千天之际，燃烧的雪主题音乐会热力开唱。比较喜欢冬泳，因为可以强身健体。我是一个北方人，辽宁人嘛，首先特别喜欢滑雪，然后我特别喜欢滑冰这项运动。我的话，我也会选择滑雪。如果让我选一个运动，可能是冰上芭蕾吧，因为我本身也是个跳舞的人，所以对一切舞蹈有关的东西我都蛮有兴趣的，希望有机会能尝试吧。